正品老棍，刚干完活啊，有点累，而且出了一身汗啊，练会儿功。正品老棍呢，跟仿品最大的区别就是稳定性非常好，而且玩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有嘎吱嘎吱咬牙那种声音。稳定性非常非常牛啊！经常有老铁问我，这个好上手吗？非常好上手啊！拉距固定，然后后头你找一个固定位置，前手推弓推正了，对准目标，稳住手，击发就中啊！就这么简单。刚说稳定住啊，我没稳定住，拖把子一放，手晃一下，就是这么稳定。非常牛逼的一把弓啊！